那选用这个放在那个一个网站老板上里面，是不是放心现在？对，我现在很放心。对，因为之前不知道有英文皇家保险柜的时候呢，我其实一直在放在北京，因为我一来了香港嘛，那刚好有机会我可以把我自己品牌放在自己的保险柜。有很多了，之前的奖牌多数都是比较重要的，我妈妈会帮我保存好，搁在她的保险柜里。对我来讲，那金牌当然是一种肯定，运动生涯的一个荣誉。我的金牌对我来讲都很珍贵了，但是奥运的金牌是最特别的了。当然是我老公了，对，他告诉我的。我们也其实之前也看过一些很多资料，那也了解过，所以也去了现场去看，那也看到了非常安全，很多重安保也可以很信任了，所以就决定可以把我的金牌放到那里了。